乾隆五年，甘肃边境一牧民组织打着反清旗帜接连暗杀清廷官员，传说首领天狼生性残暴，精通医术，自诩通灵，能见异象，跟随他的能得永生。为阻止牧民组织继续扩张，朝廷委派血滴子追捕天狼，以铲除满清的最后威胁。当死亡遥不可及，我们不知害怕，当刀尽不染血，我们继续懦弱，当鲜血沾满双手，我们不再懦弱，就是对付敌人最好的时机。下月十五，我们就召集所有牧民到京城，送乾隆一份厚礼。血滴子创于清入关初期，专为打压反清复明势力之秘密组织，成员全为严格挑选之满人，
组织表面浮于内务府之沾干处，专事皇上沾蟾戳蜻蜓钓鱼，成员却是训练有素、铲除异己之情报分子，身份隐藏。朝廷为了他们忠贞不二，从不让他们读书学字，武器以戈为能，内藏快刀数把，空以机关，用时趁人不备，囊罩其头，拨动机关，手疾利取，视为冷兵器时期战斗工具之极致。那天是谁不听命令让自己的队友受伤的？说。我不是不听命令，我是随机应变。明天的行动你不用去。不。统帅，就让穆斯明天建功赎罪吧。统帅，我是队长，有错都在我。每次训练最后离开的必定是穆森，他身为一个……我还在娘胎的时候，先帝就已下旨，无论男女都要世代传习你在血弟子的位置。统帅，全都出去，冷留下。穆森，别在意啊，等你当了统帅，就没人骂你了。对啊，等你爹死了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先帝送你来血弟子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会有今天的成就吗？没有血弟子，就没有我。你要是我儿子多好。明天好好看着穆森。是。少废话，你要告诉我什么秘密？我以前见过你。你多大？你是正黄旗、下五旗，还是更低的？你以为你抓到我了？你真的以为你那么容易就能抓到我吗？那你呢？你又是什么人？15年前逃到甘肃边境组成幕匪，你说你是骑着白虎从西方来的天竺人，其实你不过是个中原人，一个妖艳惑众的贱民。我经常做一个梦，我梦见有一个人把我给杀了，可是我一直看不清楚那个人的脸，直到昨天晚上我终于看清楚了。现在就可以杀了？不对不对，在梦里你不是在这里杀我的。我就算不再杀你，明天菜市口的刽子手也会杀了你。时间不对，人也不对，所以我明天死不了，除非你就是那个刽子手。那我就成全你。骗子，血弟子是见不了光的鬼魂。你说如果明天死的人是你，我的命运会不会变呢？逆匪天狼，聚众谋反，天狼党羽罪无可赦，就地斩首，以儆效尤。
汉人。多少钱？五两。三两吧。你们这群没有魂灵的汉人，我会来拯救你们的。Thank you.
森，木森，木森。若这次我们出动火枪队，天狼就逃不掉了。今天，我当我女儿木森死了。木森已死，你们就安心去捉天狼吧。我要你们用你们的命把天狼抓回来。是是，记住，血滴子的命是朝廷的，也是队友的。我入血滴子时跟你一样是个孤儿，血滴子就是我的家，我的一切。现在我把我的一切交托给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木森的尸体带回来。我们把那个叫白兰的木匪带在路上，一有机会就拿他跟木森交换。乾隆说要派一个一等御前侍卫叫海都的人跟着你们，小心这个人。哎，过来，我们就住这儿。不住这儿住哪儿啊？你们这帮狗！他们像傻子一样，还说是血滴子。能办事吗？我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玩吗？你拿他们跟我们比啊？皇上，依您吩咐，从八旗之中找来这20个孩子，他们的八字跟红历是匹配的。皇上可从中选2位做红历的包衣人，他是正黄旗的费墨海都。皇上，他的八字与红历是最匹配的，但是皇上，该选谁进血滴子扶助红历？海都忠心坚定，冷的眼神，他能随时为红历而死。既然血滴子本来就无名无份，海都留在红历身边，就让冷去吧。冷，海都，朕的皇朝一定有你们两个的名字。我宁可先帝派去血滴子的是我，你心太软，居然把一帮烂人当兄弟。
是我们其中一个探子。离武关征还有好几十里，怎么已经闻到天狼的味儿了？这只是开始。走吧，我怕穆森撑不住了。走走，驾驾。哎，线索下来。怎么回事？问你呢，你不是看到了吗？把他扔到井里了。如果我们找不到穆森，回来我们就把他给杀了。这不是我们原来的计划。你也不是我们原来的计划。你们要做的事，我必须知道。好大的官威啊！你要我们把你当一伙？好啊，你来看守女穆匪。走。我是犯人。我们是烂人。谁留下，谁就会死。走，我去看着海东。是，走。谁给我们一巴掌，我们就还他两巴掌。父不子累之悲病。谁踢了我们一脚，我们就必须把他的腿给砍断。谁要是拿我们当弱者来欺凌，我们就要让他尝尝被压迫的滋味。哪来的你们？我们是从京城来的。干什么的？卖茶叶。我们真的是从京城来卖茶叶的，行个方便吧。京城来的啊，走，回去了，回来。大家小心，这个镇里头全都是中原人，我们是他们的敌人。滚出来。嗯，快，快，抓我，快。查到什么？我们发现这里有很多的走私客，他们私运牛马羊。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我们是来抓通缉犯的。别动，别动。哎，我听着。你给我坐下。说你呢，哎，啊，天华，天华，快走啊！天华病，哎呀，快走啊！而且我还发现了，这里有一个人用了100桶牛，换了6大桶炸药呢，而且挨个这个地方，什么炸药都有。你们所说的那波牧人，他们买的炸药应该也是从这里进的货。我要知道牧民把火药放哪，能不能先给点银子？哈哈，啊，谢谢，你们也别难为我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的同伴
就死了一个，连绿营的人都怕那帮牧人，你们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站住！这什么意思？你找这种人帮你啊？你走吧。你宁愿相信杂种，也不相信我。我只信我自己的人。那女木匪呢？我不是命令你看着她吗？我把她杀了。还有你的自己人也杀了。分头行动，糊涂、陈代，你们去城东市集收集情报。布卡，你去民防区。十三，你去城北人最多的地方。谁给我们一巴掌，我们就还他两巴掌；谁踢我们一脚，我们就把他的腿砍断。现在我要让你尝尝受压迫的滋味。这个干什么？桃花源记。写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认识吗？布卡认的字还挺多。你查我兄弟。你兄弟。朝廷不让写弟子识文断字，
我只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。桃花源是他的名字，你这是在害他。狼，等抓到天狼之后，你就该回到我身边了。8月15，海都训练的火象队就正式受命，到时候火星营就交给你们俩。那血弟子呢？火象队会取代血弟子。他们除了杀人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们连杀的是谁也不知道。皇上，能不能放我这些兄弟一条生路？你的兄弟只有朕和海都。来，海都，先帝让我去血弟子，不是让我去取缔他。先帝把你派到血弟子是为朕做事，你一直是朕的人，你忘了？来，海都这次会跟随协助你，你们要通力合作，建功立业。他们跟宫娥，那是他们的命，我们跟皇上才是我们的命。皮影戏唱的都是天狼的故事，把天狼说成是拯救这里的人。另外，在集市上有人发这种传单，这狗地方还有人看这种东西。这传单我也见过，卖剪纸的人手里都有，全镇的剪纸。你看出这张有什么不一样了吗？中间有一个木匪的图案。狼，这张纸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不识字就不要装了。拿来吧。谁呀你？狼，别听他的，走。哟，这里怎么死了这么多人？哎，这些人都是死于天花。小二哥，给我一壶酒。去那边拿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明日，为师来酒。知道我在京城看到什么了吗？我们的家园还在，我们有的家人还在，我们热闹的菜市街还在，一切依旧。可我哭了，因为我们的家园不再属于我们，因为我们剩下的家人都变成了奴隶，因为我们以前热闹的菜市街变成了红缨满洲斩杀我们的法场。我在内城看到的我们的人都是失去了灵魂，是奴隶。我在外城看到我们的人都抬不起头来，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家园？是懦弱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土地？是懦弱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？懦弱，懦弱，懦弱！我们要把仅存的一点血性都被懦弱吃掉了吗？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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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
天告诉我，我将要死，但是我不怕，我要让天知道，我不可以死在一个汉人的手里。我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面？你要忘了你的名字王磊，你以后就叫纳拉冷。我们都是自己人。唐，你这个贱人！小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帮对方编辫子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以为你忘了。让血滴子抓到天狼好不好？我想帮我兄弟这个忙。又是你兄弟？火枪队什么时候来？在他们来之前，我一定会抓到天狼。海都，帮我这个忙吧。害死穆森啊！哥哥，男人说把这个给你，我会用米的。这是阿苏的令牌。
站！阿苏，阿苏，阿苏，阿苏！啊！十三，十三！啊！啊！阿苏！阿苏！阿苏，阿苏，阿苏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没得吃！别过来！对不起，起来。师兄弟不说这个。龙，十三，别喝光我的酒啊，给我。哎哎。天狼的身边常出现天花患者，没人敢碰。他们的家很可能就是木匪的藏身地。他们喜欢玩猫抓老鼠，你们就跟他们玩吧。
日午时，用血滴子纳拉冷换取瓜尔佳木森。过了午时你不来，木森必死。天狼是要你的命，你明天不能去。我必须去。我答应过木森他爹，一定带他回去。你用你的命去换他的命，你和我的命都不是自己的，是皇上的。火枪队一到，就不用写地址了。明天，让我们写地址去拿天狼的头，完事以后放了他们，我就跟你回去。看来你已经尝够了被欺凌的滋味吧，是吧？你现在大概可以听我说个故事了。你知道吗？汉人的嫁娶有多隆重、多高兴的。有一天，有家姓庄的要嫁女了，可是突然走进去一队清兵，说你们庄家上下都要被抓进牢里面。庄老爷说：“我只是一个书生。”做了什么事？清兵说：“你是一个书生，那你卖过一本书叫做《明史事略》吗？”庄老爷他想起来，《明史事略》每本定价6000，卖得不错。清兵说：“雍正皇认为这本书表面上议论明廷与满清是非功过，实质上却是要煽动群众百姓反清。”庄老爷大呼冤枉，说写书的人又不是他。清兵说颁发抄家命令的也不是他，是皇上。好端端的一场喜宴，居然变成了一场葬礼。庄老爷被凌迟处死，他的四个儿子被斩，幼子刚满16岁，审判官怜悯他，就让他减供1岁，可以免死。可是小儿子却悲伤欲绝，说我的父亲跟我的兄长都已经赴死了，我怎么能一个人独活？可我还是活下来了。我的故事还没有说完。庄老爷有一个同庄好友叫郭沫的，是个师爷，他想办法收买了一些贪官，救走了他的四个儿子。可是郭沫跟他们几个人还没有走到江边，就被一些神神秘秘的人取走了他们的人头。这些就是你们血滴子。就在那个月，你爹成了统帅。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你们把我四个哥哥的人头放到了哪里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们把人头拿回账房里隐藏，人头都存在屯阳塔，记录雪弟子的功绩。一颗人头值多少银两？10两银子。10两。才10两。
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这种人，我不是。过来，他就是你的。武森，别过去。还在那，天狼也在那儿，还有你的承诺呢？跟我们走，走。皇帝诏曰。
沾干拜堂，瓜尔佳木森与天狼串联，谋反罪成，予以死罪。血滴子统帅、瓜尔佳公娥及其他成员，罪亦当死，即日抄家，午时处死。为什么要给瓜尔佳大人戴上手铐？啊！公娥，你受委屈了，你不会怪朕吧？现在啊，一直有人认为我们大清太过封闭，错失了很多认识当今世界的黄金机会。你想想。要复制英国人舰上的大炮，皇上要大炮干嘛？你有血滴子不是已经够了吗？天体仪、地球仪、气泵、滑轮、蒸汽机，真的就那么难造吗？没错，很难。如果现在还有人固步自封的话，臣只是未料皇上要大炮。就要赔上所有血滴子的性命啊。公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个藏书阁，这里有上百本记载着大清开国以来的史书，将来朕的皇朝也将被记载其中，流传万代。朕不想任何人看见我们大清不见光的一夜。臣斗胆问皇上，没有了血滴子，皇上真有信心皇朝得以保存？单靠西洋人的奇技淫巧，中原人真的会驯服被归顺于朝廷吗？你不是说过血滴子可于十步之内取人首级吗？可是我有了手枪就不止十步，大炮甚至是千步之外，你懂吗？皇上，这个海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还能杀得了谁？打死我也不相信穆森会出卖我们。我们立刻回京城，跟统帅解释一下。京城再也没有血滴子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只有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什么？京城也没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弟子是朝廷的污点。血弟子是朝廷的污点？是朝廷让我们做的血弟子啊！我们不做血弟子，我们还能干嘛？狼，你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们不想死的不明不白的，能不能跟我们说句实话？
海都跟我是一伙的，我和他是皇上的人。他是不是兄弟？我是真把你们当兄弟。先帝让我进血滴子，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房间，糊涂，我出去找药，你一定要撑住。能走多远走多远，别回来。
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知道为什么？那他们也不用死啊！血滴子是污点，皇上的历史不能留下污点，所有的污点都要抹掉。你兄弟阿苏也是我杀的，皇上说，你下不了手就由我来。你懂吗？那皇上有说过，如果我不跟你回去，要连我一起杀掉吗？皇上曾经想你回去。奴才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奴才。皇上不是叫你来杀我？杀我吧。来呀，狗奴才！来呀，狗奴才！
血滴子是污点，皇上不希望给自己留下污点。血滴子是污点，你也是污点。你要是我儿子多好，我们还是不是兄弟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你要记住，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叫王磊，你叫纳拉冷。什么名字？王磊。说什么名字？王磊。什么名字？王磊。喂，不用怕，跟我说什么名字？纳拉冷。等你的伤好了再来杀我吧。为什么要救我？无路可走的人我救。来这里的都是这样的人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无路可走，可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里，找到了我们的这个家。但是现在不知道还能在这个家里再吃几顿饭。无路可走的不止你一个。
木森已经死了。我讨厌这个人。爹已经死了吗？是我害死了我的兄弟，是我害死你爹。现在我只剩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好好活下去。逆匪天狼还未擒获，你们全都是帮凶。谁能告诉我天狼的巢穴所在，就能保住性命，否则全部人都得死。抱着孩子那个，老实一点啊！山头上那个，你们蹲下，蹲下。放开我！你给我动手！不好了，回去，你给我下去！没事了吧，回去啊！蹲下！我闭上，别吵！老实点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老实！我没事的呀！过来！别动！出来！那棵是我们的愿望树，都是镇民们挂上去的，他们向天祈福，希望来年也有个好收成。好甜啊，来这里这么多年，今年的玉米特别甜，不知道能不能吃上明年的。最美好之后往往就是最痛苦，像个循环。你笑什么？因为笑可以掩饰恐惧，你就是我的恐惧。我梦见你把我给杀了，然后我就真的遇到了你。天好像要给我一点启示，我背负了太多人的寄望，我答应了太多的人，我不怕死。可是那天，白兰中枪死了。苦情醉在一瞬间让我发现我是如此的无能为力，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曾经多么的相信我自己。相信我，成功的那天一定会到来。
枪队一到，这里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。我们还有多长时间？万大人，我下一个该杀谁？万大人如此留恋前朝之物，原来是有重要玄机啊。难怪大人一直舍不得拿出来。末将只是刚刚才想起来。我也刚刚想起来，万大人和您的那些绿营兵，说穿了也是汉人。原来有些山路的位置画的不一样。你们以为我们真的是杀人狂吗？真的痛恨你们？其实我们想要的跟别人一样，耕种、劳动、自给自足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。可是他们在外面世代都是奴隶，如果不是逃到我这里来，这些就是我答应他们的，人人平等。假如有一天你被打回原形，变成一个没地位、吃不饱、穿不暖、每天都被人欺负的奴隶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从小就是皇上的包衣人，随时准备为他而死。皇上，他的八字与弘历是最匹配的，但是他是中原人，名字叫王磊。天意，扶持弘历建立继后百年皇朝，竟然是个中原人，可能这就是弘历的命吧。我的确是个汉人，但在哪边的人，听的就是哪边的事儿。他们说我的命就是要用来辅佐皇上的，将来我跟海都就是他的左右手。皇上说过，他要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。在盛世里，天下再没有反对的声音。皇上还答应我，
再不需要一些弟子杀人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在梦里杀死我的那个人是你了。酒是我敬你的，你们负责带牧民从南边离开，协助俘虏疏散，其他人带好所有武器到山顶集合。以前当学弟子我没有选择，今天终于可以为自己选择一次。我想留下来，我要保护他们离开。穆森，这是最后一把血滴子，你就用它为自己做一次主。你们兵分三路，设置武器陷阱，守护村中各出入口。炸药方面全部拿出，不做保留。最后，我们所有人到达西门祠堂集合。这个是我们最后死守的地方。娘，帮我保重。
沉默被风沙的回应，到底滚烫了谁的爱情？我不敢靠近前世的风景，哦，传说了几世的宿命，遥远的驼铃轻晃着伤心，我面无表情，像一口枯井。关于誓言的种种事情，我不听不信，一路安静。我是否只能没有姓名，江湖飘零？次了断我们，我付出够深，怕你不够真。所谓缘分，我还在问，问是否就等于永恒？我刀锋偏冷，一次了断一生。故事里的人，你何时转身？荒村孤藤。独自苦等，走天涯，终究一个人。时间对了，地方对了，人也对了，拿我的人头回去。原来只有我死在一个汉人的手里，才可以停止这场杀戮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在这里见过的一切，告诉他只有满汉不再互相欺凌，那我们希望看到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。我一生都在等你，跟我回去吧，我们三个还是兄弟。
冷，海都，朕现在册封你们为巴图罗勇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盛世究竟是怎么样的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天朗究竟犯了什么错，以致注定失败。百姓其实只管有的吃，有的住，安居乐业，他们其实在乎的就这些。闭嘴，放肆！接着说。幕匪也好，其他反清组织也罢，他们要造反是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。若他们已在盛世之中，必能享受其成果，自然不会有反应。造反皆因不平，而不平来自等级之分。若天下人只有一个身份，都是大清的子民，那就再没有反对皇上的声音，也许盛世才能真正到来。你凭什么认为朕会听你的话？因为皇上是个深谋远虑的人。那你就告诉朕，那天会不会来到？朕等不了那一天了。当日先帝让臣加入血弟子，曾立下誓言，一日为血弟子，终身为血弟子。皇上除掉血弟子是为了抹除污点，而如今我是最后一个污点，希望皇上将我抹除之后，日后能想起我今日说过的这番话。请皇上息怒。冷只是一时糊涂才会说出这种话，请皇上息怒。
就让它都过去。天真的声音又在回应，变成了最远的距离，仰望星空，问问自己，谁是我的兄弟？难忘的哭泣，来怀念欢喜，那披星戴月日子依然熟悉，不相信又绝望，不感觉到犹豫，像亡命的旅程，每天一样继续。荒坡的天与地，漂泊了我和你，所有故事发生都在友情岁月里。风吹过已经下，泪光渐渐清晰，让过去就让它都来，忘掉哭泣，来怀念欢喜，那披星戴月日子依然熟悉，不相信又绝望，不感觉到犹豫，像亡命的旅程，每天一样继续。广阔的天与地，漂泊了我和你，所有故事发生都在友情岁月里。风吹过已经下，泪光渐渐清晰，让过去就让它都